但问题是我现在就是张一只眼睛跟闭一只眼睛就有时差了，这样看是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我在画眼线。眼睛啦，去死！我本来还戴近视眼镜，连近视眼镜也不用戴了。你现在换了大的电视吗？没有，80寸。历经眼疾后复出，普嘴型病患逆风症炎亚纶，今年少见的镜头。麻辣天后立即登场。接下三令新节目《天后出发吧》，集结多位重量级台日新马韩天王天后前往马六甲旅行，这也是他首度挑战外景节目。必须承认一件事情，这个节目是我想做的，是我提的。说实话，我邀请了炎亚纶了。但没有多少天就发觉他不能出国那个新闻出来，我本来跟那个就我们那个制作部门说，他是因为我们吗？是我们又邀请他吗？所以他才去申请要出国这个吗？然后他会想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啦，你知道吗？邀请他人应该也蛮多的，他有意愿。我家先不能出国，对，可惜。的确，这件事情在法律上他真的有点站不住脚。试一下跟炎亚纶就讲说，你很可惜，你是我少见的镜头，但是。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再振作起来。我觉得，如果观众没有放弃你，你就还是要加油。但是问题是，我必须平常心说，炎亚纶是近期内少见的金童，不管他的气啊，不管他的外表啊，就是真的颇有老娘当年的风范。我看到的上一个金童。应该是柯震东。我有一阵子觉得说，天哪，我再主持下去会不会死在舞台上？我跟你说实话，当初我不太想主持，我那时候把两个节目都一下子辞掉，有没有？那《天后传》跟一个时尚节目一下辞掉，原因是我发现我眼睛越来越看不到。你知道那个谈话性节目不是来宾都有那个名牌吗？竟然一半都是你再做大一点，再大变 new bra 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像小可爱这么大，我都还不太看得到，越来越糊嘛。你就什么药水都敢买，五颜六色的，日本也买，到美国也买，什么都买，什么都点沉淀的，造成你的角膜全部变白色了。它有没有一个专有名词？你这个角膜变白了，对不对？什么专有名词？白角膜。白角膜。被观音，还真少钱哎。多少？12,200。有点实验性，我猜是实验性的，所以到现在他还是要一定要点药水。我现在最开心一件事情是，我老公有老花，我没有。以前出去的时候，他都一副这样子，就是我就是个嫩草。现在在看菜单的时候，因为我打完了之后拿来就是自在小伟看得到，他都要这样子。我说，哎呦，你不是年轻人吗？年轻人看不到字啦，老花啦。我现在行为是不能做。你是说打了眼睛不能做爱吗？我是故意的。讲角膜，不是讲处女膜。对。今天看清楚了。我的头到什么？开车啦，开车。开车视力好重要，但问题是，我现在就是张一只眼睛跟闭一只眼睛就有时差了。这样看是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我在画眼线，眼睛啦，去死！我本来还戴近视眼镜，连近视眼镜不用戴了。我现在最换了大的电视，没有，80寸。我这一直骂镜子，真糟糕！才刚回来，刚回归也算是一个新人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我真的该怎么办？真的是，可以近距离追剧吗？没有啦，就是电视真的换大了啦，是真的。